永不放弃的猪。在中国河南有一个名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朱建强，其实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头名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朱建强。说得对，确切地说是一头名猪，因为它出生时只有两条前腿，而这头猪却学会了只用这仅有的两条前腿行走，所以当地的村民就称它为朱建强，意思是意志坚强的猪。你问我是怎么学会这样走路的，这是还得从2011年说起。2011年的一月，村民王先生家的母猪即将生产。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一直守在猪圈旁观察着。当朱建强从娘胎里出来后，可把家里的人吓了一跳。马上就要生出来了，露出脑袋来了，快去把棉被拿来。刚出生的小猪仔是需要保暖的。哎呀！怎么了？生出来了？这生的什么猪呀？你快看！啊！当王先生看到刚生下来的这头小猪后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它只有两条前腿，这只天生残疾的小猪就是后来的朱建强。哎，这头猪有残疾啊，不要养好了，长不大的。刚出生的朱建强似乎能听懂王太太的话，他用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一直注视着王先生，似乎在恳求他留下自己。留下了吧，好歹他也是一条生命，我想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。就这样，这头只有两条前腿的小猪被留了下来，而且王先生还对他进行训练，让他学着用两条前腿走路。快，快走过去，走过去就能吃到食物了。啊！爬起来，自己爬起来。吃到了，吃到了。30天后，小猪真的学会了用两条前腿灵活地走路，村里人对这头身残志坚的小猪格外喜爱，还给它取名叫朱建强。转眼间，小猪长大了，体重达到了110磅，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一家马戏团出很高的价钱想购买它。王先生，这头猪你卖给我们吧，这个数目可以吧？嫌少，那你开个价。不管你出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卖掉他的，他是我们家里的一位重要成员了。朱建强的这种精神是无价的，他向我们证明，无论什么形式的生命都是应该继续活下去。生命是无价的，没有人可以将它剥夺和杀害，我们必须保护动物与爱护生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